主厨易天林最近开始走运啦、平白无故接收了荣华园，还附送老婆女儿，外加一个老妈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干嘛？我不要啊，反正你又不听。反正现在的便宜你不要，就等着被别人抢啊。喂，我老婆我女儿连我老妈都被天灵接收了。你带我们这样绕来绕去的，我们不是来逛街买东西的。这个地段目前是商业区里面最高档最具有发展潜力的，将来配合都市发展，会有许多大型企业及国际公司在这里设办公室。高先生，我们是做饮食业的，这些商业大楼跟我们的餐厅有关系吗？而且这附近都是上班族，中午吃饭时间很短，他们也不可能到我们餐厅去点菜吃饭的。我想说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回去准备了吧。那好，回去再说。走吧。不知道你到底在卖什么关子。这些杯子碗盘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商业大楼分布的情况，在这个地区像这样的大楼最起码有十来栋，矮的有七八层，高的有三四十层，甚至上百层高。你们可以想一想算算看，在这的上班族有多少？就几万人呢。没错，这里潜在的消费群就有好几万人，再加上看电影逛百货公司的人潮，如果荣华园可以在这里设分店，每天光是做这些上班族的生意就已经赚翻了。在这里赚钱快，没多久荣华园就可以回到以前的荣景了。高先生，你当初一直讲说我们餐厅的桌子不够，想要扩店，你所谓的扩店计划就指这个？可是啊，这个地段会很贵哦。地点好，地段贵也值得，而且你别忘了，这更是让荣华园起死回生的最好办法。我们来个老店新开，进驻新形态的购物中心，把荣华园的招牌挂出去。高寒，你又在玩这种画大饼引诱人的把戏，天灵和明芳是不会上当的。我觉得高先生的想法很棒。你看，没有人经得起名利的诱惑。如果能够进驻这么高档的商业地段，是荣华园
一项的目标。嗯，如果你喜欢，那我也不反对。资金的问题，我想你们完全不用担心。最重要的是把握时机。没错，就是时机。不过，目前对荣华园来讲，时机还不是很成熟。我是在想，我们先稳扎稳打两三年，等这个老店站稳了，再来进驻这个地区。嗯，对对对，机会啊，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。只要等荣华园这根基扎稳了，然后为未来做好准备，以后要是开分店，五家十家也不成问题呀。但是话可不是那么说，如果好位置都被占满了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荣华园，世界这么大，只要这根基扎好了，口碑传出去，还会没有地方去吗？是啊，你看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空地，我在想这两三年内啊，肯定还有其他的商业大楼和百货公司可以盖，到时候才是我们荣华园进驻这个地方最好的时机。没错。那好，到时候我一定会投资你们。嗯，高先生啊，我想说荣华园的事情就不饶您费心了。天灵还有明芳啊，都已经做好了计划还有判断，你呀，就留在家里数着钞票，不是更轻松愉快吗？就算你们可以拒绝我的诱惑，那冠华跟珍珍可不一定。我要的结果，最后还是会达成。我觉得我没买什么东西啊，怎么账单那么多啊？一个月20万，根本就不够。哎，一餐日本料理，你吃我20000多啊？你不也吃了吗？我吃了什么？你忘了？那只从北海道坐头等舱来到台湾的那只帝王蟹啊！啊，那只螃蟹要20000多？也不过就20000多嘛。哎呦，没钱的话，我们就去找那个什么 George and Mary 去办张什么信用卡，借点现金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再还利息钱就好了嘛。20%的利息哎，你以为你钱多啊？要不然我们去办张现金卡嘛，临时周转一下嘛。你疯了？哎呦，还不是你，一下子就把10000万花光光，也不留点钱放在手边。哎，你以为10000万很多啊？买了房子、车子，又买了几张股票就没啦、啊，只不过股票套牢了嘛。还不是你？是你啦。你怎么知道我住这？Michael，这是高寒。哦，我认识冠华。我们两个的生意上有点交往。有交往。高先，请坐，请坐。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荣华园的事。目前荣华园的债权全被我收购了，而这300多万我已经全部投资了荣华园。所以说现在算起来的话，你是荣华园的股东了。哇，那你不就显得现成的便宜？对你们来说不也是吗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就直接一点吧，我是想请你们回荣华园去，因为我想再继续投资扩展荣华园，而我觉得你们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。可是啊，我实在已经不太想去管那个荣华园的事情。那也没关系啊，你可以让高小姐管不就行了？我跟高小姐有合作过生意，我发觉她有做生意的天分，而且你做一个轻松不管事的老板有什么不好呢？哎呦，Michael。
么说，你也是荣华园的老板嘛。你看，现在荣华园这么好，以后就由我帮你打理啊，你只要做个数钞票就好了嘛。可是现在，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耶！你看，我们账单那么多都没处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我回荣华园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陪你一起回去啊。你陪我一起回去？对啊。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什么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让你和高小姐风风光光的回到荣华园。那天累了吗？好饿。不是累，是饿。对。哇，好香，来来来来，大家就多吃一点。你好，哎，师母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是郭荣华呀，他打电话叫我把李明带来店里，大家今天晚上一起吃宵夜。吃宵夜。天宁啊，那就麻烦你等一下帮我准备一道菜。啊，没问题，我到厨房去烧。好，热闹热闹啊！天宁，那就谢谢你了。待会儿大家一起吃个团圆饭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你们两个来帮忙。冠华要回来了，恐怕麻烦才真正开始。林家少爷林冠华回来了。冠华，妈回来了。你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妈，我今天不但是人回来了，而且啊，我把我们荣华园的牌匾也带回来了。哎，你们赶快把牌匾挂上去啊。爸爸。哎呦，小玲玲，哎呦，想不想爸爸？想死了。爸爸也想死你了，亲哥。哎呦，玲玲乖。冠华，我本来以为你丢下我们不管了，没想到你真的是去想办法去了，而且还把你爸爸当年开店的老牌匾给赎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明芳啊，这一阵子你的辛苦没有白费了。哎呀，玲玲好重啊。来，哎呀。伯母你好，啊，我应该是叫妈。冠华，这位小姐是？哦，哦，妈，我帮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小姐，她叫高珍珍，高珍珍。妈，欢迎回来。来，看，我特别替你烧的，你最爱吃的豆瓣鱼。哇。把这个女人也带回来啊！哎，天宁啊，哎，多个客人，再多烧两道菜嘛。我想吃蒜泥白肉，好不好？拜托你了，去了去了去了啊！去吗？哎，李妈妈，别站着嘛，我们坐下来聊啊。来来来来，过来先来，先生坐嘛。来，来，你跟爸爸坐。哎呀，哦。这个女的到过八号当铺，你让她当了什么？高寒，你够诡诈，竟然设计出这样的场面。怎么样，阿金？我就猜你没有料到我有这一招吧？管你哪一招啊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您吃饱了没有啊？嗯，吃饱了。嗯，阿金啊，哎，你妈妈，麻烦你先带玲玲回去，她该睡了。啊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小玉玲，阿金阿姨带去买草莓蛋糕，然后我们回去睡觉觉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跟大家说晚安。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天宁叔叔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对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晚安。客气。拜拜，拜拜。拜。天宁啊，哎，这一阵子你辛苦了。谢谢你。哪里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师母。其实最辛苦的是明芳，这阵子要不是她出面挺着，我看别说是荣华园这块牌匾，就连师父留下来这间老店，我看也都没了。来，好了，你慢慢用，我还得准备明天的东西。来，我们走吧。爸爸，你说的很对，你
不在的这段时间啊，多亏了您放，他又要照顾我，又要照顾您的，店里的事忙里忙外，真是从早忙到晚，看得我都心疼了。现在你回来了，你可要好好对待他，知道吗？这阵子我没有待在家里，是因为我在外面在想办法，怎么样把我们家的债务还清楚。那很辛苦嘛，我还好，还好有高小姐，高珍珍小姐，她帮我周转，然后她还有照顾我的生活。而且你看，今天她跟我一起把荣华园我们家这块牌匾给带回来了啊。Michael， 先不要说这些了。在妈跟明芳姐面前，我怎么敢说自己的功劳有多大呢？而且妈也说得对，明芳姐真的是辛苦了。明芳姐，我跟 Michael 真的很谢谢你。明芳姐，明芳，谢谢。对，辛苦了。高小姐，啊，叫我曾天就好了。这段时间都是你要照顾他的，对啊，这是应该的。照顾得真好啊，让他连家都不想回了。妈，我其实不是不想回家，我只是说，我一直还没有想到办法来解决我们家的债务之前，我觉得我没有脸回来嘛，所以。对啊，对啊。我跟 Michael 也不好意思空手回来嘛，所以我今天才带了这块牌匾一起回来啊。哎，高小姐，我们家的牌匾你是怎么拿回来的？啊，其实这些都是 Michael 的功劳啦，我只不过带着 Michael 去见那些债权人，再帮他多说一些好话而已。还好我们两个尽心尽力，这块牌匾才能风光的挂上去。哦，那这么说，我要谢谢你喽。妈，不用那么客气啦，以后荣华园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如果您跟明芳姐不介意的话，以后林家的事也是我的事。你的意思是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他的意思不是，是我的意思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既然我已经决定要回家了嘛，那我不能忘恩负义就把他丢下不管嘛。因为妈你常常教导我，就是做人要报答嘛，要感恩嘛，所以我就想啊，就把珍珍带回来家里一起住这样啊。对啊， Michael 答应带我回来，其实是 Michael 要我住在林家啦。本来 Michael 是说如果我不回来， Michael 也不回来了，但是我知道妈跟明芳姐都很想念 Michael， 所以我今天才会来得那么冒昧，我希望你们能够谅解。好吧，最重要的是冠华回来就好了。明芳姐，我敬你一杯，我希望你看在 Michael 的面子上能够原谅我们，还有你不要怪 Michael， 你要怪我好了。 Michael， 我们敬明芳姐，谢谢她能够原谅我们。明芳，我回去陪小林睡觉。大人的世界太复杂了，对玉莹来说实在是无法承受这些压力，我得好好的保护她。小玉玲，蛋糕也吃完了，开心了哈。那是不是可以刷牙、洗脸、上床睡觉啦？嗯，跟妈妈亲一个，说晚安。妈妈晚安。晚安。哇，吃一嘴巧克力的，快洗干净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爸，我知道事情到这样的地步，你心里一定很难受，但
但是要是哪一天玲玲看到你的伤心，她也会心疼的。我本来欺骗自己说冠华他是生意做垮了，他是不想回家，我真没想到他会。你不是一个人啊，你有妈妈，有小玉玲，还有我。阿金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刚才我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就想，我要不要进这个家门？你当然要回来，这是你的家呀。冠华只是一时糊涂了，而现在呢，我一直用你能拉他回来。你是要勇敢，一定要撑下去，像你挺住荣华园一样的。阿金，荣华园是因为有你和天宁在帮助我，我才挺得过来。荣华园最困难的时候你都度过了，我想冠华他只是一直被诱惑了，那你可以用你亲情的力量啊，一定可以把他找回来的。你一定要挺过来，到时候他也能知道你的用心良苦。阿金，面对现在的这样的情形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做。你是一个坚强的人，而且你放心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的。谢谢。妈，谢谢。妮妮，奶奶，我今天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睡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冠华，今天你就陪玲玲睡吧，啊。可是你要早点睡哦，明天早上还要上课了。好，好。奶奶晚安。嗯，乖。我跟您先进去哈。你先带她去睡啊。麦克，那我呢？哦，高小姐，今天晚上你就睡玲玲的房间吧，时候不早了，大家都去睡吧。那晚安。嗯，晚安。Michael， 你怎么可以让我去睡你女儿房间，然后让你跟你老婆睡？哎呀，你想到哪里去了嘛？有玲玲陪着我和明芳，你还吃什么醋呢？那玲玲房间就在那里。你也早点休息了。爸爸输了。爸爸，你太久没有跟我玩枕头战了，怎么打起来都没有力气？因为玲玲现在长大了嘛，长大力气比爸爸大，所以爸爸就打输了，爸爸投降了。爸爸，你不乖哟，啊，你说要带我去儿童乐园玩，你都骗了。我没有骗。玲，乖啦，不要老是挂着玩嘛。我不管啦，爸爸枕头上打输了，明天要带我去买洋娃娃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哦，玲玲喜欢的话，爸爸买给你，好不好嘛？好。哎，只要是玲玲开心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哼，好歹我也是帮你们林家扛了块牌匾回来，竟然叫我今天晚上睡在小孩房，有没有搞错啊？
肚子好痛哦，你来看我嘛。哎呦，你再不来我快死了嘛。哦，要来哦。冠华，这么晚了是谁呀？没什么事。我爸爸，你才刚回来又要走啊？没有啦，爸爸口渴，要去倒一杯水喝。玲玲乖，你早点睡，爸爸马上回来啊。好，乖哦。玲玲，早点睡觉，这么晚还不睡啊？明天上课就会迟到了啊。妈妈，那个阿姨她为什么不回自己的家？她以后都要住在我们家吗？妈妈也不知道。妈妈，那你以后不要让她把爸爸从我身边抢走哦。玲玲乖，不要乱想，没有人能抢走爸爸，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玲玲的。嗯，那你快睡了。好，我们等爸爸回来一起睡。乖哈，睡了。是好痛。你又没有发烧，应该没事了。待会吃个药，多喝点水，然后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不会痛了啊！乖。Michael， 你留下来陪我嘛？要是晚上我又痛了怎么办？拜托嘛。哎呦，你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，睡觉也不敢一个人睡呢？你要我一个人睡在这里，我也不习惯嘛，会认床啊。你看你，要我回我家的人是你，现在说不习惯的人也是你，那我看我们就干脆明天一早我们就搬回你家住嘛。好啦好啦，人家过几天就习惯啦，而且住在这边对于要打理餐厅也比较方便嘛。好啦，那等我们的新房子盖好了，我们搬进去住好吧？你没听我妈刚刚说的，她要我明天一大早就去处理餐厅的事情。我就知道一回来就会被餐厅的事情缠在我身上，我本来自由自在的，现在又被绑死了，都是那个怪里怪气的那个高寒了。她一定是嫉妒我吃饱没事，所以给我添这么多麻烦。哎呀，有我在你可以放一百个心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今晚上留下来陪我嘛。好啦，好啦，爸爸，你怎么喝了那么久啊，爸爸？爸爸，快点啊，爸爸，快点啊，爸爸！啊，马上来了。今天我第一天回来哦，我真的不能陪你了，我得赶快去陪玲玲，你乖啊，好好一个人睡啊。不要。乖嘛，乖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来了。怎么样？昨天我编排的那场戏还精彩吧？精彩，好精彩！我给你拍拍手。那个，告诉我，接下来以些什么来点预告啊？哎，你想看呢？好啊。要不要我们一起来设计一下？我编你导，怎么样？听起来不错。你是说他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荣华园？他一直想要荣华园吗？荣华园他想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家庭。
家庭有那么重要吗？我看他是怕荣华园被抢走吧。你怎么可以那么没血没泪啊？没关系，你尽量在荣华园兴风作浪，甚至可以把珍珍带回林家，我都会尽全力照顾好荣华园的。至于林家，你可以放120颗星，林妈妈还有明芳啊，会好好的维持一个家庭的和谐。那冠华和珍珍呢？他们俩一起回来很好啊，我可以一起拯救，省得我两边跑。谢谢你啊。所以我真是搞不懂人类对家庭的情感，而且明芳她这么的坚强，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你不懂的事可多的呢。没错，真正是爱的冠华的，但是他的爱方法不对，心态更不对。你永远不会了解像明芳这样一个结婚的女人，她对家庭是做出多大的奉献，对孩子是做出多大的牺牲。我倒是很想看看这次她能坚持多久。你又想拿什么坏主意？我会告诉你吗？你不告诉我也没关系，我猜也猜得到。那就看你这一次猜得准不准了。你不是说我不懂人类对家庭的情感吗？既然这样，我拿林家也没办法。那这次就看明芳自己怎么处理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不会介入林家家里的事？我想问你一句，就算我不介入，可是明芳守着那个不爱她的先生有什么意义？是为了玉林吗？难道让玉林有一个这么不负责任的爸爸是件好事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帮着明芳，我会支持她的选择。希望这一次你不是帮倒忙。我真是不敢相信的，他居然这样理直气壮就把外面那个女人给带回来了，这对明芳来讲太不公平了吧。一个叫高珍珍的女人抢了别人的老公，居然一点惭愧的样子都没有，还这样大大方方的就跟林冠华回来，这叫明芳情何以堪呢。同处在一个屋檐下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明芳是一个聪明又勇敢的女人，我想她应该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至于冠华那里啊，你就不用太担心了，只要你呀、稳住荣华园，让明芳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情。客人来这里吃你的手艺，又不是管老板是明芳或是冠华。你说这个道理我懂，我只是担心明芳的个性那么善良，人又好，就怕被高珍珍欺负。你是不是对明芳？哎，别瞎猜啊！来，尝尝我的拿手好菜。家里啊，你今天怎么不去荣华园呢？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荣华园就交给冠华来管吧。那高小姐呢？她被冠华出去了。明芳，你休息一会儿吧，来，过来坐坐。看看，气色是不好啊。如果不舒服，要不要去给医生看一下呀？不用，没什么事的，我只是小感冒而已。
我知道你这阵子太累了，但是荣华园你也不能不管啊。妈，冠华已经回来了，而且他知道为了高小姐的事你很烦恼。明芳，你是我的媳妇儿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妈，如果冠华真的很爱他，那我可……明芳，你要知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只是现在他抓住了冠华的心，为了要让冠华留下来，我不得不暂时答应让他住进来呀。我明白，你明白就好。妈知道你现在很苦，可是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，你得先忍一忍啊。再说是那位高小姐把我们荣华园的老牌匾还有冠华给带回来，我才不得不由着她呢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在我的心里我只认定你这个媳妇儿，我们才是一家人啊。妈，我知道你很疼我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要知道，冠华现在是最需要你的时候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你听我说，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放弃，你要守住荣华园，更要守住这个家，两边都不能失去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个家还有妈在做主呢，她也不能怎么样啊。可是啊，如果你不去荣华园，那个女人就有机可乘了。我可不愿意你公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餐厅被她给毁了。妈，那我现在就去荣华园。对，你现在就去。而且你要记住，荣华园的女主人不是高真真，而是你。嗯，妈，我知道了。两位妈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张秘书，Michael，我觉得荣华园的装潢好老旧哦，我们重新装潢好不好啊？好啊。高小姐。客人就是喜欢这里古色古香的，为什么要改呢？更何况客人是来吃手艺的，又不是来吃装潢。阿金啊，两位来请坐，欢迎光临。阿金啊，我觉得你刚刚被客人说欢迎光临说的好像有点敷衍哦，这样就算荣华园的菜再怎么好吃，我想客人都会被你气走了吧。 Michael， 你说对不对啊？对对，阿金啊，你那个说话的语气啊，再温暖一点，再人性一点啊。对，欢迎光临。阿金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才是荣华园的老板娘，我要你到外面去给我喊欢迎光临。什么？去啊，喊欢迎光临啊。阿金，你来啊，老板娘。阿金啊，等一下你陪我进厨房清点一下今天的数量，要把它确认好哦。好，你走。冠华，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荣华园了，很多事情你必须要了解好啊。哦，谢谢。其实啊，我不用了解太多，因为荣华园的事情我也不想管，什么事情就交给你管，你决定就好了啊。Michael，荣华园的事情我可以要我决定，要我管都可以，不过很多事情你必须要知道的。哦，阿金啊，等一下陪老板进来谈谈。嗯。哦。老板别客了，请。哦。
嗯。你看着办好了，不止荣华你，连以后整个林家都会是我的。林家当然会是你的。你现在是不是在想如何成为林家的女主人？没错。我看你现在做得还不错嘛，起码林冠华的母亲让你进了林家。怎么样，这两天做林家的媳妇儿做得高兴吗？如果我高兴的话，我现在早就去 shopping 了。所以你还是斗不过叶明芳。拜托，我还有很多手段没有使出来呢。到时候我一定会让他家变成我家，还有他妈，我一定会让他疼我而不疼他。还有玲玲，我也会要他喊我一声妈。说得好，那你还站在这里干嘛？玉玲上安亲班快下课了。哎，对吼，我等一下先去拉拢小孩，免得他站在我跟 Michael 中间碍手碍脚的。对啊，还有他妈也很喜欢他，如果玲玲喜欢我，那更省了不少麻烦。听起来你一点都不喜欢林玉玲。没有啊，那也要他先喜欢我才行吗？在感情上我一定要先有收获才有付出啊。你对小孩子也是这样吗？我对每一个人都一样。这个女人一定可以帮我把林家的人一个个逼进第八号当铺。老师你好，我是玲玲的阿姨，我来接她回家。玲玲，这位是你的阿姨吗？对啊，因为我现在住在玲玲家嘛，所以我就过来接她回家啊。玲玲，这位高阿姨真的是住你们家吗？啊，好，那你好好跟阿姨回家吧。拜拜。拜拜。玲玲啊，你看，这是你昨天跟爸爸要的娃娃哎。只是因为爸爸没有时间买给你，所以阿姨特地去买给你啊。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喜欢就拿去啊。可是妈妈说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耶。玲玲，阿姨又不是别人，而且这是爸爸昨天自己跟阿姨说你喜欢这个娃娃，所以我才去买给你的啊。是爸爸告诉你的吗？对啊，是爸爸告诉我的啊。来，娃娃给你。谢谢你阿姨。你肚子饿不饿？我们去吃麦当劳好吧？好啊。那走。耶，我们要去麦当劳了。冰块还没融化，你在看表，我笑得尴尬，你说最近很忙，改天聊吧。在楼下想了很久，想你说的话，你说爱情很窄，世界很大，而我们应该长大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我想我听懂你话中的话，而我知道那就爱不怎么走掉，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一切我全都知道，我就是受不了。而我知道，我们曾天真的一起哭和笑，而我知道放开手，但不知道怎么忘掉，而我知道你走了以后的每一分一秒。
还是怎么了？